地藏本愿度众生，因果轮回不灭。欢迎收看《地藏经》说因果。在上一集的节目中，说到五蕴里的名、食、睡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，因为在追逐名利的背后，食和睡也莫名增加，导致作息不正常，身体自然得不到健康。佛陀告诉地藏菩萨，众生的恶习正是因为欲念所造成，想要断除欲念，则可以借由行善。我们的正念心起一个善念，就是光明的因，将来会有善报；起了恶念，就是黑暗的因，将来即感恶报。法务部这几年在矫正的教育顶端下了真侪功夫，请更生人去感觉献身讲法，将家己的经验传授予还搁咧服刑的受刑人，希望因出狱了后会当洗心换面，卖搁受到恶言的牵引。更生人接受辅导创业，也成立中道之家。就是要做出家了后的保护站，以免过去的恶缘再来引诱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出家了后的更生人，虽然有中道之家戒律，保持甲恶的距离，自然就未受到恶势力的引诱。佛家讲善恶拔河，不是善的力量胜利。是善的力量大，善就胜利。只要社会上好人变多，坏人就会愈来愈少。小蔡是一名更生人，服刑期间，伊就已经痛改前非。在感觉的佛堂，伊对菩萨发愿，出狱了后，伊要重新做人。要学地藏王菩萨的精神，来协助更生人远离恶世难。小蔡出家那一天，伊烦恼道上的兄弟会找来，所以特别邀请教诲师来接伊离开。这位教诲师是出家人，小蔡在还没回去厝之前，就先来到教诲师住宿的道场中礼佛。在三宝见证之下，正式皈依佛门，成为佛教的在家菩萨。教诲师非常支持小蔡的想法，但是首先要让小蔡找到一份正当的工作，来解决经济上的问题。小蔡在感觉里面有学过烘焙，伊就安排小蔡伫信徒开的一间面包厂做工课，销售的所在毋是菜市啊，就是夜市啊，家己做、家己销，还阁会当加赚一寡。更生人要找头路无简单，如果会当家己做小生意，是真好个代志。经过两年，小蔡伊就家己创业。叫因更生人做花做米包，开创家己的事业。持善法的第一步要先进善门，入善门后是教授善法，接着行持善法。修行人当立定志向，对善法升起乐于修习之心，借由断恶修善，去除我执，不会双修，如是专注精进。当正念心够去明纯，就能破惑显真，解脱烦恼。故事中的小蔡因为感同身受，认为更生人会重蹈覆辙的原因，主要是断不掉过去的恶缘，即受到排挤，不被接纳。如果自己能够建立中途之家，想必也能大大减低更生人走回头路的机会。小蔡认为更生人需要陪伴，更加需要鼓励。更生人到市场卖面包，刚开始小蔡都会陪他们做伙去，
教因安怎教人客行销，训练信心，勇敢面对人客的批评和指教。小蔡平常时教更生人袂使食薰、啉酒，也是食槟榔，爱注意形象以及卫生，人客才会继续来交关。善言言俗，恶言自端，其中难免有一挂更生人的习气也搁伫个。小蔡会慢慢啊引导伊走向正途。一有闲，小蔡就带更生人去道场听经闻法，也是做志工。表现好的，也搁会到感觉献身讲法，去度化其他的受刑人。定义是回馈社会做公益。小蔡对更生人说，今天我们可以重新在社会上站起，这都是大众来成就，所以要回馈社会做公益，才可以弥补过去所犯的过错。佛陀在属类人天品中叮咛地藏菩萨，众生的习气在行善的过程中难免也在的，必须要慢慢啊善友，不断开发善根，以免堕落恶道。小蔡伊就如同地藏菩萨共款，随时叮咛更生人走向正道，真正脱离恶念习气，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。有一个故事叫做《周楚除三害》，其中有一害就是伊家己。周楚伫过去，伊是庄内上头疼的人物。周楚伊拄起危害村民的白蚁虎甲长蛟，伊家己感觉真得意。村内的长者对周楚讲，也阁有一害也未拄着。最后伊才明白，伊家己就是村内的迄一害，所以伊决定要改过向善。凡夫之所以是凡夫，就是因为我们会犯错，只要愿意改过向善，就可以获得重新被接纳的机会。从佛法的角度来看，众生平等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无论有心或无心，能够认错是一种美德，代表愿意承担改过和如实面对自己。勇于认错，不仅能够使自己提升，也能转恶缘为善缘。佛法所讲的轮回，是涵盖所有的一切。再恶毒的人，在伊佛法进前，拢应该得到原谅。佛法了后，经过轮回，伊才有机会成为一个好人。另外，罪犯的家属连带受到大众的压力，因的身心同款真煎熬。如果大众会当原谅接纳因，这正是佛教所讲的真道化。佛家讲，宽恕别人就是善待家己，原谅他人才是真道化。来看一个案例，有一个老翁，伊骑机车伫十字路口正弯，拄好有一台卡车翻冲过来，弄到老翁，老翁当场死亡。老翁的家属非常的哀痛，卡车司机伊也真自责。这个时阵，有一位自称是老翁的亲属出面讲，爱卡车司机赔偿100万。老翁的囡仔只要求司机赔偿丧葬费，囡仔选择原谅司机，司机跪下来感谢因的原谅。老翁的后生对司机讲：“我选择原谅你，是无想要教你结恶缘，但是你应该负的责任是闪袂掉的。”司机因为过失致死，自然有伊应该负的刑责，但是得到受害者家属的原谅，才是受到度化的上大力量。
受害家属选择甲司机断除恶缘，唔那是减轻家己的伤痛，嘛救赎了对方，互恶缘善了，双方才会当得到解脱。缘就像是一条线，牵动的彼此。若是恶缘，不管谁先拉扯，两个人都同样在受苦。若是善缘，不论谁先牵引，双方都能沉浸在喜乐中。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，如果是我们自己做错了事，也会希望得到他人的谅解，得到改正弥补的机会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广结善缘才是有福之人。慈悲包容所有的不圆满，才能止息纷争。一部记载万物众生生老病死的过程，融合地藏王菩萨的大悲愿和诸佛菩萨的见证。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，是佛说的遗嘱，是做人处事的教科书，更是学习因果的重要经典。请护持地藏经说因果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行善法就好比是保证同款，压下去的种子都是健康的种子，将来就会当结成大粒的稻穗。佛家讲报善种子，生功德田。俗语话讲，一善破千灾，一个善念起，歹的念头都消除，无歹念头当然就袂惹来灾祸。地藏经中，佛陀对地藏菩萨讲，在佛法中，就算种下真小真小的善根，只要认真灌溉，就会当生出一棵会当辟阴的菩提大树。佛教中有一种无遮法会，这是一种普罗大众法语均沾的大法会。佛教所讲的无遮，就是无漏，无一个众生被遗漏，全部都涵盖的意思。地藏经的核心价值，就是以无遮的精神行大善，爱做大善事，袂当单单靠一个人的力量。经福田进前，爱先种下善的种子。地藏菩萨宣说善法，对诸佛菩萨、对五鬼抓神，也对地界众生，拢是咧保证善的种子。转来到现实社会中，处处拢有菩萨、五鬼抓神，也阁有心寒苦难如地界般的纷纷众生。既然要行大善，就无选择众生的权利。身为菩萨，面对众人爱予伊助力，面对恶人爱以为一个，这下是菩萨度化众生的真实意。如果有了分别心，未当称为菩萨，只会当讲是凡夫。凡夫甲菩萨是一线之隔，想要做菩萨，爱行持无遮善法。菩萨无求功德，因为行善是菩萨的本分。将来无听过观世音菩萨救度众生了后，向佛陀求取功德的代志。如果贪取功德，唔那会退了德心，连进前累积的功德嘛拢会无去。包师兄伊是道场资深的义工。在道场服务将近30年，伊想起当初因为无名，予伊又搁重新来过，所以即马伊非常的珍惜。初期，包师兄甲主持，也搁有其他的师兄姐，一草一花木，才慢慢将道场起起来。伊是主持非常倚重的一名护法。有一回，道场办一场无遮大法会，
附近的六世族群都有领到救济的物资，主持赞叹每一个义工，所以一个人都发一个纪念品。这个时阵，包叔兄伊当咧无闲教业者做收尾的工课，等伊无闲完，要领纪念品的时，已经被领完。迪克师傅对伊讲：“你真无福气，纪念品减算一个，以后再阁补你。”包叔兄笑笑讲：“袂要紧。”包叔兄伊的嘴讲袂要紧，其实伊的心内真在意。大家听到要领纪念品，拢将代志放咧，无咧管，拢总走了了，留伊一个人咧收尾。无用到最后，连纪念品也无领到，就连主持一声称赞嘛无听到，换来的却是一句无福气，这让包叔兄真不满。凡夫众生，因为我执未破，所以总喜欢听到他人的赞扬，以此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。见到他人有所成就时，反而容易心生嫉妒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，除了时时起善念、横思利他之外，我们也应该随喜赞叹、鼓励他人的善行。这样不仅能够扩大自己的心量，也能破除自己的执着，增长善根、福报和智慧。包叔兄带着这份不满，连续两摆在法会结束了后，同款是伊一个人在做，伊就决定后一摆的法会伊就无爱参加。就安尼经过三年，迪克斯对主持讲：“敢卖请人去关心包技师，这么久拢无来。”主持回答：“想通啊，一定会倒转来。要做凡夫也是菩萨，就要看伊家己的选择。”迪克斯无明白主持的意思，私底下拜托单技师去探听消息。单技师探听了后，转达包叔兄的话，伊讲。最近工课较无闲，有闲伊就会去帮忙。包叔兄真济摆拢讲工课无闲，回绝道场的邀请。伊的太太认为应该爱为先生拍开心结。太太对包叔兄讲，唔通袂记起当初迄阵的感觉。当初看你逐工拢做甲真欢喜，也无要求啥物。自从迄天你回来厝，看起来拢无欢喜，我就感觉你的心内有代志。道场请你去帮忙，你拢讲你无闲，其实你拢伫厝。就算心内有啥物心结，嘛应该爱消毒。包叔兄苏科太太所讲的话，当初心甘情愿去做义工，并无要求回报，嘛是做甲真欢喜。如今为着一点仔小代志，就起无名，敢讲做义工是为了名利，为着小小的纪念品，也是一句赞叹的话。既然拢唔是，阁有啥物互家己袂得过？想到这，包叔兄只感觉家己伤过无良、无知阁可笑。伊一个人来到道场的大殿，跪伫佛的面头前忏悔，忏悔家己的愚昧。这个时阵，主持行到师兄的边啊，讲：“转来就好，知影转来拢未算慢。不过，这一切拢爱归零。”包师兄向主持顶礼一拜，感谢主持的教诲。最后，在三宝的见证之下，正式皈依成为三宝弟子。主持对师兄讲：“一切归零，这有两层的意义。第一是因为个人的无明执着，所以功过相抵，一切归零。第二是因为中心回到原点，回到初发心。既然是找回初衷，执着甲无明拢要放下。”
当然一切归零。要做凡夫，也是要做菩萨，这拢毋是由佛菩萨来认定，嘛毋是主持师父会当认可的，全部是由家己来做决定。如果师兄继续受气，无愿意降哦，那安尼以伊的根气来看，永远只会当做一个凡夫。但是因为伊参透太太的话，悟出道理，跨过迄条界线，所以转过身来成为一位菩萨。佛家讲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佛法的弘扬是爱靠人来推动，所以佛陀对地藏菩萨讲，爱去护众生的道心，护众生的道心坚固，永远未退转。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期盼人人都能成为菩萨的分身，让苦难众生悉数得救。在未成佛之前，我们的烦恼习气还在，所以要戒事练心，恒持善法，去除无明，才能真正做到自利利他。感谢您的收看《地藏经》收因果，下次再会。